我是清河与我第一个妻子明月，他令我懂得爱欲和之欢的追求，直到永无止境之地。跟住仲将王夫人打入冷宫，攞酒嚟，我哋再饮过。见过大嫂。呢次唔饮得，快啲攞酒俾我啊！成晚捉住我饮闷酒，坏佢老婆身。好衰，好啊，咁我就照你意思去做啦。你等我食饭。咁上工早啲翻咯。好啊。嫂子又嚟，你嚟做咩啊？你叫我嚟噶嘛？呢度冇乜。边个挂住你啊？因为你唔挂住我，做乜写情书俾我？你自先得噶，快！我哋走。做咩事啊？嫂啊，你上工出咗事啊？叔干，同佢哋翻出去啦。系少爷，最兴，你都已经享用过我第二个老婆。上工。你点样啊？相公，可能闹交啩，佢咪走饮花酒。得，真系人生一大快事。但系屋企里面几个女，啦咩事？武大郎嗰个细佬武松佢翻去都惊咗我啦。就凭佢都，大哥，我翻嚟啦。